说吧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名天耀，天耀，你身上有我的护心灵，我乃千年玲珑。这是，想干嘛？留下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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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下
些把我的命往我龙心，斩我龙枪，插我龙筋，虽然我龙骨，请我魂，像我之前与大将的虞姬无声永世。太残忍，有我在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你的身体，我帮你找齐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变回真正的龙。也许会强大到让那些曾经欺负你、漠视你的人不得不正视你的存在。赤焰龙牙，这才是我的束缚。他们将自己的灵都注入，从此这把剑，只有你这般拥有至诚之心者，以保护他人为念，才可使用。我也失去。天瑶，我不陪你了。我不想让你看见，如此丑陋的我。真正丑陋，从来都不是你，而是那个伤害你的人心。你这样，很快让人心疼。我一定会帮你，找回完整的身体。我愿意看到你在山上拔剑，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。你这根本就不是在为了未来而努力，你这是在惩罚你自己。是又如何？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心疼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应当如是，是我识人有误。我知道你自责、内疚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已经惩罚自己很多年了，放过你自己吧。原来你才是我可遇不可求的起点，开端，还有转折，这是我不幸中的万幸。你要我该如何不幸？